第十二课，你穿的太少了。Lesson twelve, you wear too little. 一听力，One listening. 第一部分，Part one. 第一到五题，听句子判断对错。 Questions one to five. Decide whether the pictures are right or wrong based on the sentences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我们家有三个人。我们家有三个人。There are three people in my family. 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我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I go to work by bus every day. 一，你今天起得真早。你今天起得真早。 二，再来点米饭吧，你吃的太少了。再来点米饭吧，你吃的太少了。三，下雪了，今天真冷。下雪了，今天真冷。 四，4, 我觉得很热，今天穿的太多了。我觉得很热，今天穿的太多了。五，这件衣服比弟弟送给我的那件漂亮。这件衣服。 比弟弟送给我的那件漂亮。第二部分，Part Two，第六到十题，听对话，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Questions six to ten.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你喜欢什么运动? What sport do you like? My favorite sport is playing football. 六，6, 我今天早上七点就起床了。你比我早起一个小时呢。六，我今天早上七点就起床了。你比我早起一个小时呢。 七，你做饭做的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妻子比我做的好。七，你做饭做的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妻子比我做的好。 八，今天天气真冷啊！是啊，我觉得晚上可能下雪。八，今天天气真冷啊！是啊，我觉得晚上可能下雪。 九，大卫很喜欢跑步。是啊，他跑得非常快。九，大卫很喜欢跑步。是啊，他跑得非常快。十。 你今天穿的真漂亮，谢谢。今天是我的生日。十。你今天穿的真漂亮，谢谢。今天是我的生日。 第三部分，Part Three，第十一到十五题，听对话，选择正确答案。Questions eleven to fifte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例如，Example，小王，这里有几个杯子，哪个是你的？ Xiao Wang, here are some cups. Which of these cups is yours? The red one on the left is mine. Xiao Wang's cup is What color is Xiao Wang's cup? 十一，你每天几点睡觉？我每天十点就睡觉了，早睡早起，身体好。女的为什么睡得很早？十一，你每天几点睡觉？我每天十点就睡觉了。 早睡早起，身体好。女的为什么睡得很早？十二。明天天气怎么样？零下十度。 比今天冷多了，你要多穿点衣服。明天冷吗？十二。明天天气怎么样？零下十度，比今天冷多了，你要多穿点衣服。明天冷吗？ 十三，你们家谁做饭做得好？我做的还可以，我妻子做的比我好吃。谁做饭做得最好？十三，你们家谁做饭做得好？我做的还可以，我妻子做的比我好吃。 谁做饭做得最好？十四，你这几天在忙什么呢？我弟弟让我帮他找个房子，他家离公司有点远。 他弟弟为什么要找个房子？十四，你这几天在忙什么呢？我弟弟让我帮他找个房子，他家离公司有点远。他弟弟为什么要找个房子？ 十五，儿子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还不错，比上次好一些。儿子考得怎么样？十五，儿子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还不错，比上次好一些。儿子考得怎么样？